年后进入家电商品的淡季，不过呢，有量贩店业者趁着欢庆25周年来抢攻换季家电的商机，上万件的商品折扣下杀3折起，购物满1000元还有机会刮中58寸液晶电视等奖品，赠品的预算超过上亿元，堪称是史上最疯狂的周年庆。